市的复兴国中郭书慧。那接下来我们则看看这个高中组在今天下午的赛程表现。首先进行的是环的项目，出场的选手是高雄市中正高中施新宇。操的比赛里呢，个人项目的音乐是需要规范在1分15秒到1分30秒之间。选手呢需要在1分30秒以内呢，将整套的动作能够搭配音乐结合手具来共同完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下午高中组的赛程呢，其实已经使用到这个成人组的规则了。那规则的话呢，就会跟早上的国中组使用到青少年的规则呢，在编排的部分会有些差异。首先呢，施新宇完成了这个环项目。